租影子艇揾命搏，反艇也快乐。丁九湾泳滩堪称无牌租艇嘅天堂，三档出租机动艇嘅档口，每逢假日就旺到爆，因为好多人都嚟租艇出海啊嘛。每只艇日租400至800蚊，最受欢迎嘅系四匹仔。我哋向其中一档租咗艘机动艇，虽然未玩过，但系职员华叔教咗我哋半分钟就闪咗啦，有得我哋自己冇。查实呢度系繁忙航道嚟嘅，每15分钟就有来往珀丽湾至中环嘅飞翼船经过，仲有唔少大型货轮同等船。每次大船一到就会激起巨浪，机动艇行紧少少都随时翻啊！不过有部分艇就依然直插航道，随时撞到应一应。梗系嚟啦，你救生衣咯，最好知啦。连华叔都话，只只艇都反过，佢哋随时要做埋救生员出海救人。咁玩法唔单止随时冇命啊，出咗事仲可能冇得赔添。因为有啲船查实系影子船嚟噶，好似呢个船嘅 number 竟然同我哋租嘅一模一样，仲坐咗3个人，超过咗机动艇只可以坐2个人嘅规定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船主为咗赚多啲，会复制船牌，一只可以悭翻1400蚊牌费同保险费噶。我哋仲发现，虽然船牌写住船身长2.8米，但系实际上有3.7米长，要有大计船长牌先可以揸噶。如果客人无牌揸船就系违法，出咗事都冇得赔。除咗英之船，仲有无良艇主做埋海上的士，接载钓鱼客去丁九桥等钓鱼，每次来回50蚊。就算桥等上面写明唔准入，都冇人理。佢只非法租艇，一个月可以赚到60000蚊，而呢几档生意越做越大，原来系因为背后有人撑腰噶。数支咖啡龙做咩啊？空只龙。海事处就话，6月曾经同水警喺丁九采取行动，检控咗违规嘅船只。